可是陆老师，如果你不教我的话，那学生就只有落选了。那我要是落选了的话，就会继续被于师傅打压，说不定还会被迫辞职，从此一蹶不振，一个妙龄的女厨师的一生就这么毁了。你忍心吗？不忍心，对不对？帮，肯定要帮。 你做一个学生也得有一个学生的样子吧。老师，现在够学生吗？能离老师远一点吗？好的，老师。 再给我倒一瓶酒，一杯就好，随便什么酒。啊，可以了。 香啊！还是需要什么其他的服务吗？我觉得可以了。我也觉得。